婉婷打你跟你打阿嬤一样简单吗？差不多。阿 B 那么可爱，怎么可能偷哭？偷哭我就抖那他。哎呀，哥哥我要你的爱。给他依婷的爱，对不对？年世成，我爱你啦！安全吗？这边走廊可以啦，左边一只。左边一只好。干 你后面有一只贱走。操死啦！他来里面吗？你刚屌喷十年，先生粉就爱上你，不是 啊？有些人就欠喷呐、啊！干我跟你又无冤无仇的，操你妈！你一直臭我，不知道在臭什么意思。干你啊！你被我喷，被我喷不是刚好而已吗？去你妈的！对不对？人是互相尊重的，好不好？平常我没有一直喷你，还怎么样的？干你啊！我也不认识你，不是说平常他妈的跟你好，你他妈就可以这样子他妈扔头青骨在那边他妈瞎鸡巴讲一些操鸡掰话。跟你好是干你娘，我尊重你，对不对？我把大家当朋友，开直播交朋友，操他妈的，干你娘一点尊重都没有，开台就一直在那边酸，一直在那边喷呢。干你娘，你每次有欠你是不是啊？贱种。隔壁啊，按不说那里一点。我被牛撞死。哈我什么都不知道啊！我想开口跟他跟女生要爱情，我哪需要要？用找的就找得到。你怎么知道？我说我以前还没跟你在一起的时候，点大概进攻路线可以有什么样之类的？当然，到时候你们要怎么打，就是你们四个人，你们五个人临场发挥，懂我意思吗？对吧？就是一样临场发挥。那首先当箭头的，你们队的箭头就是阿 B， 不，就是那个冠贤跟百地，稳了，有阿 B 就稳了。然后阿 B 配冠贤，香香配百地，你们两个人需要。OK。你们两个需要 DSO， 就是你们去问那时候工商的人，看他工商那一小时、两小时给他们多少钱，你们抖给我，我就玩，就这么简单。不要整天他妈 CSO， 没钱就闭嘴，瞎鸡巴 CSO。没钱就他妈闭嘴啊！整天在卖 CSO。小耿鬼哦，好累哦。哈梅，屌开！我被阿庆检举了，真的假的？干警察，作弊，故意送头，言语骚扰。太夸张了，竟然偷检举我！我叫你一声嘛，阿嬷十万块客来啦，要买车啦，阿嬷干你娘！十万块干你们客来，母子囝。
干林州吗？用这些神兽加哽咽应该是屌虐吧？太完美了，又只有三 V 剑走斜卡脚，七十等还那么烂，可以看他编号吗？四八七，哎、啊，怎么四八七啊？感谢亚历山大垮黑订阅四个月，谢谢你。哪用你说？还需要你跟我讲哦？冰冻光束，问你自己的宝可梦没感冒啊？干你娘！他都快死了，还没感冒，血剩下一滴都不用吃药的、哦。干你娘妈！你娘妈他妈的跌倒快死了，撞破头了，不用去挂急诊哦。你老师哎、欸，好了 ，LT 现在安全吗？你们室内要把它站下来，我们现在室内被室内的那个设计被清掉了。听到暗号了。Nice。有人，外面有人，谁在那边开枪？嗨，哎，哎，哎，看，等一下，外面谁？啊！不要，不要，不要！啊，不是，你知道吗？你晃一下，等于他才按一下，就可能按个0.5秒。哇啊，我晃一下，他才按零，他又不能。这两个好像是在搞我的哎、欸。这把要救我啊！这把我是废人哎、欸，我只是个废人。等一下，我再试一试。对吧、啊？他只能开一枪。哎、欸，干，啊，还来啊，妈的！吓我一跳，抢他钱！哎、欸，龟狗，白鬼去生小孩，真的还假的？好像有人在说白鬼一个月没开是去坐月子。但你要先看人家有没有男朋友。是罗夫啊。神刀夺爱才是爱。